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小脸，这位大只，嗯，你看它尾巴。这位大只，我，你看它尾巴。我的这个21尺碳素杆，看到哈？好，我们解钩了，我们要放它走了。嗯，哇，怎么跟它上脸？去。今天社长来到哪里了？今天社长来到后山，后山是哪里？花莲，很久没来拍花莲的节目了，很远，但是现在有建的苏花改，太多了哈。那今天社长来这里干嘛呢？来这里阿亮乌溜子，有一个社员叫做阿凯的约社长来这里，说要教我钓鱼，说你们北部钓那什么金宝螺啦、钓石螺，不是很厉害的，他这里有必杀。除了金宝螺和石螺以外，竟然乌溜还有碧沙鹅，会不会是粉的？我们来去找他看看，好不好？阿凯，是啊，你跟社长说啊，说钓乌溜还有碧沙鹅，东部才有的。拉拉，黄金蟹，有没有搞错？因为乌溜呢是靠它的喉咙去压缩。食物 对不对？那个拉真的有办法吗？压得进去吗？可以啊。是哦。嗯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碧沙鹅？水沟，花莲的水沟。花莲的水沟都有。有。好山好水。对啊。好水沟。哎呀、啊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现在去找碧沙鹅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哪边？后面。确定哈、哦？确定。猛拉咸水口吗？确定。花莲的水沟这里有啦，有，你别骗我呢。不会啦，社长的名言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钓鱼可以不能说谎。用量是绝对不能听到那种。我觉得不要脱鞋子哦。不要脱吗？因为不会啦，底下不会有人。我是怕里面的宝力打很重。不会吗？不会。我现在预测，哦，有鱼呢。有啊。我现在预测呢，水非常干净。水非常干净。这种东西还需要预测吗？大约。你这么说，真的要为了节目这样吗？不要的。你这样好了啦。你在岸上就好，社长去下去摸就好。真的吗？我本来叫你去的，不忍心哦，社长来，啊，社长来，好，等下你要拉我上来就是了，好不好？确定有拉啊？有拉，密码的，小心哦，社长，我们拉住，慢慢滑。啊、哦！好冰！还要摸？还要摸？摸要下去哦！我的，来！好，我来摸。摸有吗？哦，有一颗，有一颗，来，哦，真的有，还有石螺嘞，石螺两颗，很多、哦。好，四颗你接得到？可以的。哦，我现在怎么上去？哦，我现在怎么上去？
真的是这没有办法上去了。你说下面这么跑，你手有没有办法？可以。你确定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觉得他好像会下去。不会不会。等一下，不行不行。有没有竹子之类的？嗯。你要助跑。是跑不动了，助跑。啊。怎么了？啊。知道。对。知道什么？啊。知道这个铁钉呢？你没看到。哦。流血啊。很大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等一下，那个。哦。等一下，消毒一下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啊。怎么是吧？流血。现在可以。那个吗？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不要滑。这个好。小心哦、喔不行了。手知道了。小心哦、喔。来。小心哦，慢慢来，小心哦。等一下，这个铁没办法回收哎。没关系，那放着就好。你有空要把它勾起来哈。好。好。嗯。先弄完就勾。第一次在裸体。好。哇。搞一下。流血啊！那么大洞哦。一个洞，很大洞。赶快等下去擦药。怎么我以前小时候啊，都在池塘里面偷玩水，回去怕妈妈发现有没有？裤子都赶快跑去晒谷场、嗯。以前有晒谷场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就跑去那里硬币，坐下去，然后就过来，再坐下去，坐下去，又怕妈妈骂，赶快把裤子弄干来。我顺便测试一下社长的雨伞。哎呦！好了，我们介绍一下拉怎么勾法。从这里，嗯，它旁边缝缝，嗯，这样穿下去，嗯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确定露出来，这样就好。好，来看这露出来哦，勾拉，这真的厉害，这个第一次接收到勾拉，嘿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确定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。这位大只，这位大只，我的这个21尺碳素杆还没有人办法。哇、哦哦，太大只了吧！真的拉嘞哈、哦！你吓死我了，我可能要过去那边拉才可以。过来这边，过来。什么东西？第一杆下去就酸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老板呢？这才有几斤？20斤。哇！20斤，才20几斤而已。这里面最大的几斤？50斤。差不多50斤。乖乖。好大！等一下，慢慢来，我还没钓过那么大的乌溜。吞钩了、啊。吞钩了吗？给靠完。好。吞钩。好。来，我们为了证实一下，那看麦啊，是不是钩拉？这根钩拉呢，真的钩拉。好来。您看到，看到哈，好，好，我们解钩了，我们要不拉走了，嗯，哇，
去。身上是转角的，短就是比较、那個、是上钩啊，它比较短的。去呢？黑线啊！哎，小，应该钓同样的地方嘛，哈。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确定。再打。不要打太多，我们拉不是抓很多。来哦。A 线 A 一下。哦，来了。哦，中了吗？哦，怎么跑那么快？我的，来，丢一。哦，不知道是多大尾的。你不动，我不动。你没有给他方向感，他不会跑，惨了。我觉得还是蛮大的。你要不要后退？嗯。要不要退？不用，我觉得滚那个波。那真的很大，看不到人呢、欸。看不到人。哎呀，看不到人呢、欸。啊！哦吼吼！我骗。这太大了吧？哦，真的很大。真的很大，你只有那句台词吗？我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乌溜！啊，救命！是啊，别！救命！是啊！可以吗？可以。好险，这次杆子撑得住。他根本就不会倒，我觉得。哦，倒了。哦，好重啊！我尽量快。哦，真的很大只哎！我觉得它没力了。航空母舰级的，好了，准备请到上岸了，跟着跑。哦，来了，对抗来了，起死回生了。哦，看看。可以展现打龙胆招式吗？可以啊。上来！我的天啊！你来，哎呦，来，好，再搞你拼，上来，来，阿凯。好，回来。快上来！好，大家看，快把我顶住这里。看一下，这尾是大尾的，哇哇，你腿还粗，可是低尾比较大尾。对啊，有没有彩带？没有。确定？彩带在旗上面。我跳那么大，你有没有彩带？没有。好，放鱼啊。好，放。
第一尾比较淡。哎呦，刮到布了。来来来，证实一下，整片哈，看看我们钓什么哈。来，来，那个名产吗？哎，对，花莲名产。你看到几个？对不到。一二三，来拍花莲名产，快点！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飞光了。花莲名产，这里还有一只，两只。哦，花莲名产，太棒了。嗯，花莲名产小黑纹。是吗？没有，要去那十八号桥那。我没住过，有啊，有对面的豆子，这都拿。右面吧，右面倒了。右面倒也超险。对面的跟我说啊，拉越大颗越好，还是要煮汤的呢。什么越大颗越好？哦，这真的很难勾。我勾到手好痛。好 ，OK， 勾进去，痛出一点点。好，来。去吧，好地方。丢啊哈！来下颗鱼，下颗鱼，稳！哦哦，这个无冲出来，伊就该死啊！这个无冲出去就开始啊！这个无冲出去就开始，还没起来，还不知道上死的。哦，又是大的，搁是大只。来，紧住！来呀、哦，来，哪里来？这个每次都是大猪料哦，又是黑尾的，有个大尾，一个大尾，我跟你讲 ，Q， 哎，好了，我们还是回到岸上。乖乖，快上来，乖乖最好不要跑。不要跑！不要水泥呀！不要跑！哦，好大！阿凯，今天有爽？有哈！他敌不过我这只杆子，你看，叫他回来就回来。刚钓多少？对啊。我就卖给他。好了，我们现在。不可能的任务，把它直接拉回来，来，来，啊啊啊！这是我们用拉钓第三尾，咬快算还不错了，因为毕竟那太大了，饲饵太猫了。啊，自然还有这个咬法，这个算厉害。